来吧，咋没弹幕了呢？没人说话呀？啊！我靠！全场呢？惨的都能变啥呀？金鳞龙、幻境龙、神龙、三龙，懦夫的味道。裁决幻境，让我为您指路。不知道下件装备给啥呀？这装备包女儿肯定是玩不了了。珠光莲花，神龙蜘蛛，怎么样？让我为您指路。要是能有个那啥就好了。蜘蛛配个无尽羊刀，加个神龙。哎，那神龙往下卸下来，然后
把神龙卸下来，然后那个神龙还是会有 buff， 那个 bug 修没修？修了是吧？要大棒大剑，好事成双。我在想我这塞拉西到底要不要，后边再拿吧。塞拉西后边再拿，前面应该不太需要塞拉西，给个锤石也行。走个五连麦，这赢不了啊，能赢，那赢吧。我们现在属于里外都不亏，知道吗？输，我们五连麦；赢，我们保血量。我里外都不亏。我说血赚，
六神龙四幽影。刚才这波亏了。那没办法，碰到狠人了。航母带狂徒的，装备都没有有用的呀。也料的有点快呀、啊，他们是不是都没赢过？血掉的确实有点快呀。给我嫖两张蜘蛛吧。应该来一个那个宫里猿狐，是不是？你不用给大腰带了，你给你也打不过。那
是给蛤蟆玩的。我需要一把大剑。别他妈点了，哪个傻子？如果下轮又输了，我们直接拉人口啊，找两星蜘蛛。哇哦，小巨人，我也想要个小巨人。没办法，锁不住血，圣婴口直接全花了。两星蜘蛛在向我招手，蜘蛛怎么配呀？这样，别忘了，谢谢七七组。神龙四幻形，我们都是蛮荒的血脉。这个就给赛分吧。他妈，那蜘蛛连个蛤蟆都打不死啊！我将扑灭纷争的烈火。
真别要赛分了，不行，赛分必须得要。别的可以没有，赛分必须得有。上营口补一张奶妈就完了。挖一口补一张奶妈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赛分这版本那么强，不上赛分呢？你一口要吗？一口应该不要，要张不要了。大屁股也咬不死人呢，咬。别拿我大棒！哎呦我操！要赛分不如要妮蔻吗？妮蔻，妮蔻上四幻形，没有幽影，不的，我觉得没问题。如果打不过，啊？那说明什么？那说明什么？那说明蜘蛛太垃圾了。反甲牙锁。跳起来了，啥也不是，一排吧，赛分来个二。这他妈咋整？我感觉我这密宝龙我顶不住了，我这奶妈撇了吧，派克这怎么着，完了我死了，前排他妈晒了鱿鱼带龙爪的，这鱿鱼真恶心的，鱿鱼你想想，赛分我主要为啥要上赛分呢？
第一赛分现在不是比较厉害吗？第二赛分不是能凑个四幽影吗？对不对？没啥问题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这个蜘蛛啊太垃圾了，没法玩蜘蛛。下一把吧。我用我的9分给大家测试了蜘蛛的强度。嗯。